在一个遥远的丛林小岛上，经常发生各种离奇的神秘事件。每当这时，几个动物特工就会秘密出动。特工一号幻影，特工二号赤飞，特工三号蓝邦邦，他们就是丛林特工队。起床啊，蓝方宝，要迟到了。干嘛了？快醒醒啊，赤飞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是有紧急任务吗？是马戏团大明星魔术师先生的丛林演出要开始了，我们快去看吧。别闹了，幻影，难得没任务，我只想好好休息。我对马戏明星没兴趣。一起去吧，你们可以帮我多领两份纪念品和签名。那你也得先让我刷个牙吧。表演开始了。失去了理智。你什么时候见他理智过？热身完毕，接下来将为大家表演我的马戏绝技，我先去后台准备一下。有什么好抢的，我们的装备比这个苦多了。魔术师先生即将返场，掌声在哪里？魔术师，魔术师，我爱你！魔术师先生，魔术师先生，魔术师先生怎么还没出来？魔术师先生，大家稍安勿躁，我去瞧瞧。不好了，魔术师先生不见了！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赶紧去看看。现场的东西都很整齐啊，没有打斗和挣扎的痕迹，看来魔术师先生不是被人捉走的。荧光粉，这是做什么的？魔术师先生在表演魔术时经常会用到的荧光粉。这里好像有暗门，看，这里有更多荧光粉。这是魔术师先生的脚印，跟着这些脚印说不定就找到魔术师先生。快快，特工变装，冲冲冲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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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魔术师先生的脚印，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了。那桶荧光粉应该是魔术师先生自己打翻的，然后不小心沾到脚上。我们加速前进吧，一定要找到魔术师先生。好大的风！快停车！刚才那阵风把荧光粉给吹散了。啊！这可怎么办？唯一的线索也断了。一定还有其他线索，找找看。太好玩了！好神奇呀！啊，这是魔术师先生的魔术道具。嘿，你们是魔术师吗？我们才不是呢！我们在路上听到了铃铛声，然后就捡到了这些魔术道具。别管他，我们玩去。是忍者猫？没错，他的猫铃铛可以催眠，一定是他用铃铛把魔术师先生引走的。让叽喳用顺风耳帮个忙。叽喳，赶紧用顺风耳听一下，哪里有猫铃铛的声音。收到，马上就查。幻影队长，铃声是从石林那边传来的。接下来表演你最拿手的踩皮球。是老大。太精彩了，以后这样精彩的表演就只属于我一个人了。你想得美。谜团终于解开了，忍者猫，原来是你抓走了魔术师先生。太可恶了，居然把魔术师先生抓来给你做专场表演，快放了他。有本事自己来救。来就来。等等，先戴上防催眠耳机。果然很快，看看能不能快过我的超炫悠悠球。魔术师，快去挡住那个悠悠球。是老大。好险，差点击中魔术师先生。魔术师，可用你的马戏绝技对付他。是老大。魔术师先生，别追了，让我来。小心别伤到他。线索弹弹床。哇哦，好厉害。这是送给幸运观众的礼物，看里面。想办法唤醒魔术师先生。烟花发射变。好戏在后头。我来弄醒他。快清醒过来。小心别伤到魔术师先生了。好烫啊。救命救命啊，住手。精彩，魔术师先生，这是你最精彩的一场演出。健美操时间到。你们在搞什么？这样会吵醒魔术师的。吵醒？日创越野。这是哪儿啊？
魔术师先生，你终于醒了。忍者猫，哼，喵！哇哦！想到了，算了，我们还是送魔术师先生回马戏团吧。还有这招！哇哦！怎么样，魔术师先生的表演是不是很精彩？他们人呢？魔术师先生，在这里！魔术师先生，这竹子有这么好吃吗？幻影，你怎么啃起竹子来了？蓝方包，熊猫为什么会喜欢吃这么硬的东西啊？其实以前熊猫是不吃竹子的。在上万年前，熊猫其实是一种肉食动物，但由于熊猫太懒，所以基本不捕猎，它们只吃其他猛兽吃剩的东西。而随着时间推移，熊猫生活的地方猛兽越来越少，竹子反而越长越多，不会捕猎的它们就只好吃竹子了。所以熊猫不是喜欢吃竹子，而是环境所迫只能吃竹子。啊，这么可怜啊。那我去给他们做点好吃的。这是我亲手做的菜，他们一定会喜欢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